能与马超战二百合的九大高手，四人可胜，四人必败，一人难以定论。马超在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表现厉害吗？厉害，不适合打败于禁二十合打的张合把马败走，这有几人能办得到？但能与他交手六十合的人，是不是没有几个呢？那也不是，因为马超虽然非常厉害，但在高手如云的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能与他平分秋色，甚至比他厉害的何止数人？能与他战六十合以上的就更多了。 他们分别是谁？他们的实力排名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扒历史秘闻，探古今真相。欢迎订阅历史小巴克，威震西凉立大功，魏桥六战最英雄。钢枪举处王方死，首道之时秦李蒙。十七岁的马超，随父亲西凉太守马腾，举义讨伐李榷、郭汜。长安城外周雀山一战。 马超不属和，刺死大将王方，走马之间又将李蒙活捉生擒，真可谓少年英雄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面冠如玉，眼若流星，虎体猿臂，彪腹狼腰，腰细膀宽，生雄力猛。白袍银铠，手执长枪，胯下骏马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帅哥不少，但罗贯中前后将一个人的外貌重复描述了二次的，仅马超一人。马超枪法精湛，力量过人，外貌英俊，装备凉凉。 今马超名至实归。马超再次出现时，是其兴兵雪恨，讨伐曹操。潼关一战，风华正茂的马超八九合打败于禁，二十合打跑张合，数合刺死李通，直杀的曹操割须弃袍，险些丧命。潼关战败望风逃，孟德创皇脱锦袍，剑歌自然应丧胆。马超身价盖天高，马超凭此战威震天下。《三国演义》虽不是武侠小说，但其中武斗的名场面相当精彩。 已成经典，尤其十场超过一百回合的打斗让人津津乐道。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渭水马超战许褚、加盟关马超斗张飞这二场大战，过程最曲折，场面最精彩，堪称名场面中的精华。而且这二场大战都超过了二百回合。那么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除张飞与许褚外， 还有哪些高手可与马超战上二百个回合？如果死战不退，哪几位可胜出？哪几位会落败？一吕布前表吕布，后表马超，这是评书中的说法，但也是有道理的。在顶级大将中，吕布年龄最大，他比张飞等人大十岁左右；而马超年龄最小，他又比张飞等人小十岁左右。虎牢关一战，吕布纵横疆场，无人可挡。当众人渐渐老去时，马超横空出世，威震天下。 于是有金吕布引马超之说，吕布是三国武力第一人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巅峰吕布在虎牢关力敌张飞、关羽二人三十合不败，濮阳大战，许褚与吕布大战二十合后，曹操感叹吕布非一人可胜，接连派出典韦、夏侯惇、夏侯渊等人助战，集六员大将之力才将吕布打败。可见吕布是明显强于许褚的。下邳城外，因张飞抢了战马。 吕布兴师问罪，与张飞大战一百余合，虽然结果是不分胜负，但刘备恐张飞有失，才鸣金收兵。这是张飞正值巅峰期，而吕布因酒色过度，武力已有所衰退。巅峰期的张飞遇上衰退期的吕布，也占不到半点便宜。巅峰期的吕布武力高于张飞，更高于许褚。参照渭水之战和加盟关大战，吕布显然可以和马超战二百个回合，并且。 吕布最后一定能胜马超。二张飞，猛张飞与锦马超的加盟关大战，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二人从白天打到夜晚，翻翻滚滚斗了二百二十多个回后，本来二人约定枪招上见输赢。张飞说：“我不将你活捉，绝不回关。”马超回敬：“我不胜你。” 绝不收兵。可马超首先违背约定，用飞锤暗算张飞，原因是见营不得张飞。当刘备提出收兵歇息,息时，马超也一言退兵，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嚣张气焰。可见这一战，马超是稍逊一筹的。这时的张飞已过巅峰期，年轻的张飞会更强，所以张飞也是有能力胜马超的。三、赵云，马超进犯加盟关时，军师孔明就名言：须是张赵二将，方可与敌。 结果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张飞出战马超，如果赵云出战，结果会怎样？不久前，张飞初到洛城时，遇到张仁阻击，张仁二次大战张飞，最后一次张飞被张仁与吴义围困而进退不得，赵云杀到，一合便生擒吴义，击退张仁。这时赵云的武力表现，已胜过了张飞。绵竹城外，赵云速杀蜀将刘俊、马汉、马超一惊，已经。 倍加敬重。巅峰期赵云的武力只在马超之上，不在马超之下，所以赵云不但有能力与马超战二百个回合，还有能力胜马超。四、关羽土山之战，关羽奋力杀退许褚与徐晃二人。曹操派许褚、徐晃、夏侯惇三员大将围困关羽，也可知关羽的武力高于三者任何一人。巅峰期的关羽，其武力是比许褚高的。加盟关大战前，孔明调兵遣将，也说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。 方可与敌，这里有军师激将的意思，因为关羽是不可能离开荆州的。但激将的条件是要有相应的实力。孔明怎么不说让黄忠、魏延去战马超？关羽虽然后期武力衰退严重，但巅峰期的关羽斩颜良、诛文丑是比马超强的，所以关羽也是有能力胜马超的。五、颜良，颜良最高光的表现是二十合打败了徐晃。 但马超在潼关二十合打败张合，足以与之相提并论。颜良打败徐晃后，曹营诸将力然无人出战。当然，这诸将包括许褚。由此可见，颜良的武力比许褚要强。马超与许褚大战，最后也是稍胜许褚一筹。由于颜良战绩太少，无法衡量其武力到底有多高。仅凭其二十合败徐晃，在马超面前并无足够的说服力。但颜良肯定是有能力与马超战上二百个回合的。 最后二人谁会胜出，真不好下结论。六，许褚，许褚与马超大战二百三十余回合，比马超战张飞还多了十多个回合。这一战，许褚打出虎痴的威风，连马超也感叹：无见恶战者，莫如许褚，真虎痴也。许褚凭此战，一扫曾被张飞多次打败的阴霾，成功跻身超一流战将行列。这一战，许褚赤膊上阵，奋威力战，也只是抵挡住了马超凌厉的攻击。 二人本来刀来枪往，是许褚首先打乱节奏，冒险弃刀夺枪。可见打到后来，许褚也是勉力支撑。结果是曹操恐楚有失，令夏侯渊、曹洪上前助战，遭到西凉铁骑的攻击。许褚必中两箭，还好没射中要害，又皮粗肉厚，所以许褚虽然是有能力与马超战二百回合的，但若再打下去，许褚必败无疑。七、典韦葛皮之战，典韦大战许褚。 二位大力士从晨战到午，又战到黄昏，始终是不分胜负。这是演义中时间最长的拼杀，也是最为势均力敌的对决。许褚与典韦谁更强？应该是势均力敌，平分秋色。虽然有一吕二赵三典韦这样的武力排名，典韦高居第三，这有可能是受评书的影响。但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典韦的武力表现并不比许褚更强，所以。 如果典韦与马超对决，二百多回合后也会像许褚一样渐渐落败。八文丑，文丑也是一位昙花一现的高手，与其同伴颜良一样，严金战役，文丑箭射张辽，击退徐晃。徐晃拨马而走，是因为见文丑军马渐渐汇合，料敌不过才走。因没写明具体的回合数，所以没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难道二十合打败张合的马超会打不败徐晃？ 文丑曾在盘河界桥与赵云大战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这时的赵云是出京大战的少年将军，武艺还处在上升期。结果是文丑见公孙瓒的人马渐渐赶到而逃走，这与穰山之战赵云战许褚相似。当时赵云与许褚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关羽、张飞杀到，许褚败走，面对赵云。 张飞、关羽三员大将，别说是许褚，就是吕布也得落荒而逃。同样是战赵云，文丑的表现并不比许褚好，所以文丑的武力并不比许褚强。若文丑战马超，二百回合后也会被马超打败。九、黄忠，黄忠年轻时有多强？《三国演义》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，我们也不能凭空猜想。也许黄忠是大器晚成的人物，他平时勤学苦练，越老悟道的心得越多，刀法更加精妙。 武艺反倒比年轻时更强，这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张三丰这类人物，越老越强。黄忠在长沙之战中，曾与关羽大战一百余，不分胜负，一战成名。这时的关羽已过巅峰期。后来，黄忠在汉中之战中，与张合交锋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这明显与马超有差距。马超进犯葭萌关时，张飞、赵云和黄忠三大高手都在孔明身边，军师只说只有张。 赵二将才可敌马超，并未提及黄忠，可见当时黄忠的武力是稍微差些的。黄忠刀法精湛，密不透风，毫无破绽，但年纪大，冲击力不足。黄忠若挑战马超，也是有能力战上二百个回合的。马超因年轻力壮，最后是可胜黄忠的。三国时能与马超战二百回合的人只有九个，其中吕布、张飞、赵云、关羽四人可胜马超，许褚、典韦、文丑。 黄忠四人会被马超打败，颜良与马超的武力最为接近，谁发挥的好，谁就能取胜。